奇乐启动，共有七篇家居运动短片，每篇有不同的训练目的，由物理治疗师教大家用运动去改善不同的身体状况。老友记，以后在屋企都可以做运动啦。心肺功能助耳篇。婆婆，注意姿勢啊！你睇下，你彎曬條腰嚟拖地，好容易整親噶。我都知道要伸直條腰，但係個人越嚟越易攰，唔好講話伸直條腰啊！而家連手腳都唔聽話啦。婆婆唔想體力衰退，要有良好嘅心肺功能噶。不如我教你一啲喺屋企做到嘅帶氧運動。锻炼心肺功能同手脚协调，咁你拖地扫地咯，咪轻松啲咯。喺运动之前，等我讲下有咩事项要注意一下先。老友记，如果你患有慢性疾病或曾经接受全髋关节换臼手术，喺运动前应该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。如果身体唔舒服，就唔适宜继续做运动啦，应该即刻停止同尽快睇医生。只要你不需要任何辅助器具和不用人帮你，都可以很稳阵地坐在张凳上活动，就适合做这个运动了。以下下来就是所需物品：运动鞋以保护双脚，预防跌倒；一张有椅背而且稳固和不容易翻侧的凳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运动的时候建议凳要尽量靠墙啊，有辘的凳或者接凳都不适合的。心肺功能助耳篇，这套运动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和手脚的协调能力。全套运动有普通版和加速版，每个大约做五分钟。是时候运动了，我们坐出一点，要坐稳了，整个屁屁都在张凳里。现在跟我们热身先，三二一，起动，好像跑步的姿势，轻松地摆手踏步，轻轻咁踏，我哋挺起胸膛，眼睛望前边，踏步嘅时候，双手自然前后摆动就得噶啦。记住要保持自然呼吸，初学可以揾人陪住一齐做。准备好下一个动作，向侧提手，继续轻松咁踏步，向外打开手，手踭伸直。举手嗰阵，手心向天；放低手嗰阵，手心向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下一个动作，踏步打圈，握拳用前臂打圈，视线跟住手嘅方向。转腰嗰阵，尽量向左右方向转。可以锻炼腰部的灵活性。好，下一个动作转身拍手，需要脚尖向前点地，转腰拍手，出脚尖，留意转腰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，返回正中再拍手，双脚轮流用脚尖向前点地，转动作斜角拍手，出脚尖，向斜角拍手，眼睛要往前，留意拍手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，双手尽量向斜角拍手，脚尖轮流向前点地，之后的动作向前推掌，要留意推手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，脚踭向前轻轻点地，脚尖向上，不要将所有力压在膝头哥度啊！推掌嗰阵，手踭尽量伸直，另一只手握拳放在身边，转上下推掌，脚踭向前轻轻点地。留意向下推掌的手和出脚都是同一边的，一只手向上推掌，手指向入，另一只手向下推掌，手指向前。
抗胸提手，双手交叉拍大髀，一只脚先向外踏步，拍翻埋只脚，再向外踏多次，同一只脚向外踏两次先转脚。你哋喺屋企如果跟唔到拍子唔紧要噶，可以分开做手或者脚嘅动作先，做熟咗先慢慢手脚一齐做。转动作，提膝拍腿，提高膝头，一只手拍大髀，另一只手扶凳，以保持平衡。提高膝头嗰阵，腰背都要保持挺直。下一个动作，举手提膝，提高膝头，一只手伸直举高，另一只手扶凳。记住提高膝头嗰边只手要扶凳啊！举手嘅手踭要伸直，大家要量力而为，循序渐进，千祈唔好勉强啊！转下一个动作，向侧提手，慢慢放松。调整下呼吸，举手嗰阵手心向天，慢慢吸气；放低手嗰阵手心向地，慢慢呼气。如果大家跟唔到唔紧要噶，继续慢慢踏步就可以噶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摆手踏步，好似跑步咁嘅姿势，轻松咁摆手踏步，用个鼻慢慢吸气。个嘴慢慢呼气，等身体逐渐平复，慢慢减少踏步嘅幅度。加油啊！大家好叻噶啦！如果而家觉得攰嘅，可以先做下拉筋同唞一阵。如果唔攰同身体状况许可嘅话，可以试下跟我哋加快继续做噶。三、二、一，起动！踏步的时候，双手自然前后摆动就得噶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记住要保持自然呼吸。准备好下一个动作，向侧提手，继续轻松咁踏步，向外打开手，手踭伸直。举手嗰阵，手心向天；放低手嗰阵，手心向地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转下一个动作，踏步打圈，握拳用前臂打圈，视线跟住手嘅方向。你哋喺屋企如果跟唔到拍子唔紧要噶。可以分开做手或者脚的动作先，做熟了先慢慢手脚一起做。好，下一个动作转身拍手，转腰拍手，出脚尖，返回正中再拍手。留意转腰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如果跟唔到拍子唔紧要噶，可以慢慢咁做噶。转动作，斜角拍手，向斜角拍手，出脚尖，留意拍手同出脚唔系同一边噶。双手尽量向斜角拍手，脚尖轮流向前点地。之后的动作向前推掌，脚踭向前轻轻点地，脚尖向上，不要将所有力压在膝头哥度啊！推掌嗰阵，手踭尽量伸直，另一只手握拳放在身边，要留意推手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，转上下推掌。脚踭向前轻轻点地，一只手向上推掌，手指向入；另一只手向下推掌，手指向前。留意向下推掌的手和出脚都是同一边的。
抗胸提手，双手交叉拍大髀，一只脚先向外踏步，拍翻埋只脚，再向外踏多次。手踭向后拉嗰阵时，一只脚向外踏，再向斜角打开手，同一只脚向外踏两次先转脚。转动作，提膝拍腿，提高膝头，一只手拍大髀，另一只手扶凳，以保持平衡。提高膝头嗰阵，腰背都要保持挺直，要量力而为，千祈唔好勉强啊！下一个动作，举手提膝，提高膝头。一只手伸直举高，另一只手扶凳。记住提高膝头嗰边只手要扶凳啊！举手嘅手踭要伸直。转下一个动作，向侧提手。举手嗰阵，手心向天，慢慢吸气。放低手嗰阵。手心向地，慢慢呼气。如果大家跟唔到唔紧要噶，继续慢慢踏步就可以噶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摆手踏步，好似跑步咁嘅姿势，轻松咁摆手踏步，慢慢放松，调整下呼吸，用个鼻慢慢吸气，个嘴慢慢呼气。等身体逐渐平复，慢慢减少踏步的幅度。好嘢，我哋完成啦，叻喎，完成晒所有动作啦。大家继续踏步，直至到唞翻顺条气，之后可以做翻伸展运动啊。做完运动，记得饮翻适量嘅水，补充水分。呢套运动系有啲挑战性噶。初初跟唔到系好正常嘅，练多几次就得噶啦。大家可以按能力重复动作至十分钟为目标。大家仲可以同家人一齐练习，增加运动嘅趣味。